俗话说，牙痛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特别是在夜晚，牙疼起来去医院不方便，怎么快速止痛，最大程度减少痛苦呢？准备一个小容器，食盐和高度白酒，这个白酒度数越高效果越好。咱们把这个食盐倒入小容器里面，因为这个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然后倒入高度白酒，这个量大概有一大口就可以了。这个白酒有这个杀菌消毒止痛的作用，然后咱们这个把它搅拌均匀，让患者含到嘴里不要咽下去，这样就可以快速止痛了，非常灵验。第二个方法，按压合谷穴，合谷穴的位置在食指指骨和拇指指骨交叉的这个位置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按压三分钟，这样也可以快速止痛。第三个方法，用冷毛巾敷入牙痛的部位，这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很快消除牙痛了。为了家人和朋友不再受到牙痛的困扰，请收藏转发这个视频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妙招就分享到这里，精彩妙招明天继续分享。